想做歌星梗係好多人啦、啊。我覺得成功嘅因素係有幾樣，最緊要就係你唱得好。第二咧，我覺得機會好緊要。當然仲有一樣咧，就係你嘅包裝啊嘛，同埋你有冇一個好好嘅 team 咯？一個 team 係好嘅話咧，你都可能會有好好嘅成功嘅機會嘅。同埋咧，你做歌星你唔努力咧，好快好快就 pass 搞嘅，特別流行音樂。咁多年嚟講咧，我都係好努力，但係咧，我係好中意呢樣嘢，所以咧，就算努力都唔會覺得好攰嘅。我聽到好嘅音樂，我已經係好感動噶啦。你俾我好嘅音樂，我可以瞓唔到覺，我唔食飯，我點樣我都會去上去捉到佢嘅精華。人生嚟講咧，你如果係想成功嘅話，你一定要投入，你一定要去努力去做呢樣嘢咯。
个车牌又惊压力大，学车其实可以学得好愉快。喺 IDA 国际驾驶学院又为你度身而造嘅课程，近十年担任华州交通部考察官嘅经验，我哋嘅导师会提供最新最完善嘅驾驶知识、安全准则同埋主要道路嘅交通情况。IDA 嘅课堂技术与理论兼备，因应每个学员嘅驾驶进度，一对一嘅教授有助你掌握考车要诀，同你分析考试技巧，学车考车都可以一 tick 过，培养正确嘅价值观，改善危险嘅坏习惯。自信、安全、知识，尽在 IDA。最想合作歌星或者乐队，其实我多数我咁多年咧，我都系自己独唱嘅。想合唱嘅歌手唔系太多，除非嗰个人系我哋学校嗰啲师兄嚟讲，你合作得比较好啲。因为一个感觉、一个眼神，同埋啲师姐师妹啊，或者系出边好嘅歌手，我都想同佢哋合作嘅。我哋讲话有知己啊，即系知己系最想大家一起合作的嘛。但乐队来讲，我觉得我最开心的就是广州的太平洋乐队了。那个是我的青春的很多回忆，他们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，我们行运全中国到处去演出，我们有很多欢乐啦。就算现在我回到广州，我都会跟他们一起聚，因为他们一讲起佩佩回来，他们很疼我，一见到我佩的，今次我回广州的都跟他们聚会，还有我们都玩音乐玩得很开心，唱回以前的歌，所以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青春回忆啦。骊山路流的那日，仙山流因為 pandemic 我哋靜咗落嚟，我會覺得冇事做啦，不如教下學生啦。之前我有教，但係我都唔係話教咁多，咁我就開始喺網上咧就開班啦。咁一開咧就好多家長咧就因為睇咗我個 resume 咧，佢哋都好想佢啲細路仔同我學，咁我就即刻就當時好多學生噶啦。咁一開就開咗幾年啦，咁呢幾年我啲學生當中咧亦都有好多好優秀嘅，咁佢哋參加比賽。從去年開始開翻 in person 啦，就好多小朋友或者大人咧，佢哋都開始上嚟我屋企嚟學啦。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嚟教人哋啦，同埋咧我自己可以 keep 翻我自己 major 啦，我自己嘅聲樂啦。如果唔係咧，我就覺得好似冇乜機會令到我去將我嘅音樂啊傳承落去咯。所以我會繼續做落去，希望啲學生咧係開心去學音樂，得到一個好好嘅學習音樂嘅機會啦。Yeah.
中洒向你，轻吻你面。罗文壮《惺惺相惜》演唱会，由歌手、演员、节目主持人罗文壮、嘉宾歌手李慧，将于7月21日下午4时喺 Snow Pony Casino 演出。购票详情请浏览 snowcasino.com。没焦点因找不到你。都会眼镜，时尚色彩与视觉并进，关怀信心尽在大都会。大都会眼镜是温哥华列治文百家店1715号。人生当中开演唱会不会话好多嘅，特别喺西雅图嚟讲，一定是很难忘的了。我觉得是一个很华丽一个人生回忆。我唱了我心中很想唱的歌曲，还有我被很多人看了我的音乐才能，很多人都对我了解了很多。通过这个演唱会，我看出我很多身边的朋友是几咁锡我。我有一个朋友由新加坡飞来，他看完之后他就走了。有个女朋友也是专程由纽约飞来，有些人在加拿大揸车过来 ,LA 过来，当然还有我们本地的朋友。所以这些就令到我很感动。还有在开演唱会那天，我女朋友煮了一些好东西吃带去后台给我。Mabel 也是 ,Mabel 给我那件 bling bling 那件衣服，令到一出场很多人哇，这些真的是友情。其实我真的很想有时间呢，我就做一个友情篇的 video 是送给我这些女朋友，但我都是有时间才做得。Se lontana sogno l'orizzonte manca le parole e io sì lo so che mi con me tu mia luna tu sei qui con me mio sole tu sei qui con m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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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未来的计划其实我如果我是小孩来说，我未来计划可能会啊，我想做一种什么什么家，但是我不会去做什么什么家了嘛，是不是？其实好像我们这个年龄都是喜欢跟家人在一起，喜欢去教一下些学生，喜欢去旅游啊。有关音乐的方面的呢，我就不会放弃的了，即是不要令到自己太累咯，即是 enjoy 生活了。
换我。